大家好，我是伟门智威的 Pin， 然后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捐发红包的这个 idea。 那这个 idea 是在今年得到了 Spike 的 Culture Insight 的奖项Media 的奖项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发想这个 idea 中间的一些过程跟一些小启发。那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捐发红包 idea。 其实当初在发想的时候是有观察到一个现象，是在台湾就是有 8% 的女性癌症患者，她会因为害怕，因为化疗嘛会掉头发，她会害怕掉头发然后去拒绝化疗。所以如果这时候呢有一个假发，它其实就可以改变这一切。但其实制作一顶假发，大家可能不知道会需要8个人捐赠的真发才可以去做成这样子一顶假发。所以在台湾募捐假发这件事情上，其实关注度是没有这么高的。然后再加上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头发一定要到很长，可能留到靠近腰这边才可以把它剪下来捐出去，造成台湾假发量真的蛮缺乏的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遇到的课题就是希望可以去鼓励捐发，但是大家都以为必须很长的头发，可是实际上不用很长，它只要15公分就能够捐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在去发想说，那如何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捐头发呢？就刚好在过年前这段时间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其实大家在过年前都会去剪头发，你如果要剪个15公分，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不用真的留了半年一年才可以去捐。我们就观察到其实90%的台湾人在过年前都会去剪头发，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点去鼓励大家去捐发呢？而且在过年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会去送红包给大家，就是发送祝福。那我们就想说可以把创意跟红包这样结合，然后就设计出15公分捐发红包这样子的 idea。 我们把红包它变成是一个新的媒体，变成是一个我们鼓励大家捐发的一个小小的手段，然后让捐头发变得更容易。那 idea 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可能不用多做解释，就是我们把红包，原本红包其实是18公分，但是我们把它缩短变成15公分。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红包袋，其实你拿来比对在你的头发旁边，就知道哦，这样子的长度其实就可以捐了。我可能这样剪掉到这边，哦，这里是我还可以接受的长度，那我就可以去捐了。然后再接着去，我们去在过程中跟一些沙龙啊，跟一些连锁店去合作。当他们过年前人们前往捐发的时候，前往剪头发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用红包去测量要剪的长度，剪下来15公分放进信封里面，就可以把祝福透过红包去送给一些化疗的病患。那可能可以跟大家谈谈说这个 idea 在最当初是怎么开始的。其实在智威一直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希望可以有一些 idea 是平常都是做客户的 idea。 那在圣诞节像这样子一个充满祝福的节日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身为一个创意人可以去做，然后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？然后在这时候呢，其实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了捐发的一个新发现，就是原来你不用那么长，不用30公分，通常都30公分，但其实你只要15公分你就能捐了。那15公分什么概念？15公分可能是一个 iPhone 手机大概就15公分，一个大肠包小肠的15公分，可能一张钞票也15公分。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。那这跟圣诞节，刚刚讲到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这 idea 的原型，它其实不是像现在大家看到的红包的形式，它其实是一个15公分的捐发圣诞袜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在发想圣诞节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去想到其实圣诞袜它的 idea 的原型是一样是一个15公分的圣诞袜，但是圣诞节大家就会把礼物放在圣诞袜里面去发送祝福。那它其实我们想象的也是大家可以把头发放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剪下来，然后信封封好，随时就可以寄出，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让它在台湾推行的话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就是因为台湾人其实并没有在用圣诞袜的这样的概念，所以那时候这个 idea 就暂时搁置了。然后其实那时候有想说，有没有可能再把它再做的奇花一点？我可能那个圣诞袜的封口可能是一个那个刀片，我一把它关起来一切，它其实就掉进去了。就是反正就是去想嘛，就是 idea 就尽量想怎么样可以让它最方便。你可能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，但是后来真的再去想执行的时候，也想到说，其实人们
真的要在家里自己剪头发，是会有一个非常抗拒的心理的，可能在实行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这个 idea 后来就先 pending 了。只是在后来就是，后来我们就是再去想说，那如果针对台湾人可以接受的方法会是怎么样实行的，然后才刚好想到说，哦，过年前其实发红包，其实在台湾人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洞察下，其实比较适合台湾人去实行的一个方式，才会演变成现在的它是捐发红包的形式。那在执行上的话，其实大家都会一定会有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，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去讲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包括刚刚讲的说，其实原本是圣诞袜，但实行不易，现在变成红包袋。那红包袋好，我就是想说，哎，设计应该是要怎么设计？原本想象的直接用那个刀片这样划过去，这是可行的吗？后来我们在实际去跟 IF 的，就我们这次合作单位是一个 IF 协会，我们就跟 IF 协会去讨论说，其实好像捐头发你不会真正就这样咔嚓就丢进去了，它必须是你把它整理起来，然后绑一个橡皮筋，然后剪掉，它到时候在分类啊，在收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也就是依照那个实际的执行，然后再去设计我们的红包袋，上面甚至可以勾说你是有没有染发，你是卷头发吗？你是自然卷吗？大波浪吗？就是不同的分类，让他们到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在设计上就有依照实际的需要，跟他们之后可以让IF协会可以更好的去做运用，所以在设计上有针对这个去做特别的设计。然后另外也在设计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版，这个到时候答案可以再提供给大家去参考。就是其实我们设计非常多版，然后在过程中，因为头发跟红包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联想，就是可能台湾传统的习俗上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观感，就是关于把头发放到红包里面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个设计上，我们就刻意去避开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元素，像是可能是头发看起来很乌黑，跟红包袋结合，就可能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联想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更现代感的设计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在执行层面的话，其实有遇上一个蛮大的问题，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预算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媒体费去打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合作的其实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，它是一个私人的单位，它叫做癌福协会，全名是癌症肿瘤患者扶助协会。就你听这个名字应该就知道，它是一个癌症家属们，他们癌症患者的家属，他自己去组成的一个也是互助会的一个团体，所以他们的来源主要都是他们自己的捐款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就是家人都生病了，那他们的资金一定是非常非常缺乏的。他们很乐意跟我们合作，但是他们其实也在想说，那有没有可以用一个比较经济的方式去做到这样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要用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方法，然后去跟我们的潜在的捐发的消费者去接触，然后告诉他说只要有15公分你就可以捐头发，然后鼓励他们参与。那甚至你现在可能测量了发现你长度不够，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，你也许就会愿意投注更多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，然后甚至可能可以愿意去捐款给癌福协会，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那在如果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像这样子用在跟发廊合作的方式，然后把红包放在发廊，然后去达到没有媒体费的这件事情，那其实我们就要去想说，那合作对象要怎么来？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不是跟某一个品牌去合作，但是反而是去跟这样子一个非营利组织，所以变成是在过程中我们都必须自己去找这些资源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去接洽了一些连锁的发廊、私人的发廊，谁谁谁的设计师愿不愿意？你的那个，你们家是这样开那个，那可不可以借我们放？然后甚至有跟那种百元理发的那种去洽谈。其实大家的态度都是蛮支持的，甚至那个快剪的那个车子，他还想说他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车子啊，然后让他全台巡回啊。那时候我们听到其实是蛮感动的，蛮惊喜，就是愿意为了做好事然后做更多。
但后来很可惜，因为快剪的客群比较会是男性，然后追求快速，跟我们想要去捐头发必须要还是要有15公分的话，其实不太适合，所以最后还是很可惜没有跟他合作。然后最后就选定了全台湾就是北中南各几家的发廊去合作，然后把我们的红包袋放到店里面实行。其实过程中非常非常的赶，但我们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，就包括制作、印刷，然后寄送，然后推广等等的。我们甚至还有去做了一系列，就是如何请发廊设计师帮助我们推广这红包袋要怎么使用，先测量，然后绑起来，然后剪下来寄过去。我们都是做了一套一套的。非常详尽的说明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实行，就是尽量让不要造成他们的麻烦，但是他们让他们愿意去帮助我们。那这个 idea 的最终的成效，就是我们在完全没有媒体预算的情况下，捐发量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6%。然后也在二月份之前，那就是去年的二月份之前，我们完成了当年度40%的假发的生产目标。然后我们希望它不只是，捐赠假发这样子的概念，它是一个告诉这些癌症患者，告诉人们说，你可以真正为你的生活带来改变，只要你做出这样小小的一个捐头发的事情。然后甚至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发廊一起加入，一起帮助我们癌症朋友可以获得面对化疗的勇气。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对这个 idea。对我和我们的 team member 们的一些启发，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idea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，蛮算是一个很小的 idea。那就现实面来说，它其实是很低成本的 idea。这 idea 呢，它可以博得注目，然后让社会上的一些角落被看见。你有机会翻转大众印象，你甚至也可能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我想这影片在看的观众可能都会是跟广告相关的，你可能正在做广告，或者是你想要进入这个广告业，那你手上的案子也许不是你当初想象的那种，哦，我可以做出多么伟大的一个创意的广告。但是我其实在就是任何时候都有在想说，其实做广告我们贩卖的不只是客户叫你去卖的商品，其实你在贩卖的是你信仰的一个价值观。做广告虽然常常会受到各种限制，但只要你现在还在这个线上，还不断的在发想 idea 的话，你其实随时都有机会可以用你自己的力量，用你的创意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。那以上这段话是用来勉励大家啦，但其实也是在鼓励自己，就是可以继续在广告的路上走下去。谢谢大家。